你是不是想我了？你肯定想我了。快点放我下来，那么多人呢！快点儿。对了，那个赞助商请吃饭，您这边真的不去了？哦，我不去了，太累了。那你好好休息。谢谢。好，拜拜。 嗯，嘿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不是想我了？放我下来！我就是路过啊，先走了。 少来，你不许走。不管你想不想我，反正我想你。行了，不浪费时间了，距离你睡觉还有2个小时，走。什么？走？去哪儿啊？爸。去哪儿啊？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买小吃品吗？哎，你这样不累吗？耽误吃东西了。不行，这儿人那么多，你到时候走丢了怎么办？我比你大8岁，不是只有8岁。不管。哎，你尝尝这个，特别好吃。你尝一口。不是我不能吃，我不吃。尝一口真的特别好吃。不吃了，不吃。尝一口特别好吃。不吃。 太不自觉呀你！不行，我比赛前体脂率一定不能破9。哼，有前途啊，小伙子。必须的。哎，看看这个，看看这个。哎，两位随便挑，这个是新款，这个几个是我们设计师款。挑一下，挑一下。2分钟，2分钟以后就还给我啊。好了。薯条给我，我帮你拿。 哪个好看？你戴的都好看。这个是我们设计师款，别处买不到的。那我要了。好的。这都是在网上订的，这衣服能赚1/2多的钱呢。可是他说别的地方买不到啊。你怎么这么好骗啊？不然给你们便宜点。 2付7折，嗯，要了，他刚试2款，各要1只，给您200，行吗？好，过去啊。你别动，过来，给我。 好看吗？独一无二的，当然好看。走吧。嗯，走吧。谢谢。给我。给了。哎、再吃了你。